他能够去尿去浴室厕所尿最好，不要给他湿湿这样贴着哈。后来哦，后来就这样一直有下去下床哈，就没有什么包尿片，哦，很快就好了，没有包尿片哈，不然我真是伤透脑筋。两天四天，一个礼拜这样多难受。那疹子也是到起疹子就很不好恢复，很就是要花一点心思。所以晚上他有尿不疹之后，晚上如果一包哈，到天亮本来是比较干的，那一包到天亮又感觉它又起来，会起来，本来快好了嘛，比较没那么明显了。你跟他一包，那尿不疹又起来。你这不是晚上有换三次吗？换三次也会啊，你这样反正这样封住有没有？然后上次我不是跟你建议说让他空的，用那个看护垫。屁股不要给它包哈，就是一片小尿片这样。可是那样的话，你就要注意了。对啦，要很注意啦。对呀、啊，是，我是觉得，如果是可以的话，就下来尿，尿完了啊，可是放下去就不方便啊。下来整个晚上咿咿哎哎呀。哦。对吗？晚上不行啦，晚上不行啦。对呀、啊。我是说白天的话，就这样尿完了再上去，这样，要封住有没有？不通风啊。我去洗洗手了，然后再来跟他做那个，因为我在敲起我自己的脚。我是昨天去蹲嘛，我几天上，有几天上，昨天有蹲到，几天上，是每天都要去蹲一下嘛？哦，每天蹲就有是吗？那就正常啊。我是正常啦，但是就是要蹲啦。要吃香蕉呀。还有一件，如果你便出来，你的那个便便是沉下去的，表示毒素还是很重。你有没有看你自己？对，是沉下的哈，那水分还不够，毒素还是很重。你都是飘的？对，哦，我的都是浮起来的。我的肠胃是没问题的，我很少说怎样便秘的。哎，但是哈，去旅行的第一天会这样，不管是紧张还是怎样哈。不正常，还是水分不够。手手举起来，做运动。手手举起来，做运动。手手举高，举高看会不会。要做运动哦。来，手手举高，举高。来，我们来做运动。手手拿起来，在哪高？在哪高？哦，好棒哦，在哪高？再高一点，再举高，哦，你好棒哦！再高一点，这里这个要举直，这个要直啊！
钟不好坐，给他躺下来坐。躺着坐吗？躺下来啊，脚啊。先做手啊，先做手啊。伸展比较容易。啊，做手术啦，做运动啦，啊。慢慢的。哎，妈，你看。哎。我们来运动。那优先按摩一下，按摩一下，再拉，因为他会这样。哎，妈妈，哦。手按摩，谢谢你。但是你那边痛还我这边痛？你那边，我这边我没很用力就痛了没？对呀、啊，他就是这样啊。那你看，妈你看，我这手啊，帮你按摩一下。哎呦哎呀，还要翘脚？不会吧？对呀、啊，这样会不稳呢，妈妈，你翘脚会不稳呢，不会吧？很好笑，真的啊，他上次啊，我在做什么？坐着做什么，他的脚就翘起来了。嗯，他好像在轮椅了，轮椅呀、啊，不能翘了啦，妈妈。我，怎样？他要翘脚。那记得他要翘脚。怎么了？可能没有顺啊。手势要顺，脚不要翘了。我跟你讲，翘了更不稳了啦。还是要坐在那边，去那边坐好不好？会比较矮一点。他要翘脚，好好笑。来，我们去那边坐好不好？还是实在讲哦，要。要躺下坐比较好。对、啊、好了，躺下。四肢都嘛是要坐，是躺平了、啊。啊，躺平坐。躺平了、啊，来坐着。躺平坐。坐着怎么坐？好了。好不好？我们躺平，我们来做运动。来，躺平做运动。来，躺平做运动啦。躺平做四肢的运动，好不好？来，讲，来，我们起来。躺好。打那个弄高拉高，你看他很好笑。来了，没问题了。还是翘脚的样子啊、哦？翘脚的样子是吗？来。其实没关系，因为等一下手要把它弄高，那没关系。我跟你讲，你把它放中间。哎，好了。啊。这样可以啊。啊。不用太高，这样。啊。这样好吗？把床弄高，我们才好坐啊。好。
这运动。奶奶好棒啊，哈！哦，好棒啊！啊，奶奶好棒啊！你看，啊，好好好，慢慢来，慢慢慢慢，慢慢慢慢，啊，慢慢慢慢，慢慢，哦，好棒啊，奶奶好棒！哦，哇，你看这个摸头头。摸头头哈，很棒哈，奶奶太棒了，来，来，手掌打开来，手掌握拳头，啊，好棒，然后我们哎上下上下。上下，哦，好棒啊！来，握拳头，打开来，手掌打开来，哦，好棒啊！那我们现在来，手伸直，嗯，最棒哈、哦，奶奶好棒啊！慢慢的，舌舌抬起来，抬起来，抬起来，原来抬起来，哦，好棒啊！原来舌舌好棒，哦，可以抬到最高哦，原来舌舌可以抬到最高哦，好棒哈、啊！做弯曲的动作，哦，弯过去，打开来，打开来，好，手手打开来，打开来，哦，好棒哦，再，哦，弯过去，再打开来，好棒哦。那我们再一次握拳头，奶奶握拳头哈，手掌打开来，手掌打开来哦。所以就是就不要再灌了。
然后明天早上来，他会配新的配方过来。所以他今天就让他空一晚上。对，今天先不要吃。对对对，这样你懂我意思吗？然后这个管子里面很多空气耶，你这个灌的时候要小心，好不好？你看你这个里面都是空气，这个坏掉了。这样我们就不要去吧，这个。嗯。这个我们不要灌空气进去了，吼。那你晚上很爽。你看你里面有这么多空气，管子里面要爬车。对啊。没有，不是，没有，没有这个意思。附件的时候不要弄得很高，那只要到这里就可以了。不要，他的意思是不要弄到他挨了，挨了没晒，挨了没晒。要让他弄得开哦。你弄一手，你下来的时候我上去，要小心，你再还挨就会受伤了，挨就受伤了。好，换这只手，倒车轮，好。这是你哪家厨房的？对啊，厨房。
因为我们弄几下了。要吗？我做比较多些。好，那我们就换这个方向。啊。哎，不要超过20下。啊！哎，到底是谁在痛？那一只是我这只手在痛。对啊，刚才做这一只都没有哎呀。妈，是痛吗？啊，你那边没有痛，好，看我这只。啊，没痛。几下了？我刚刚没有算。8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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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9下。9下。9下。10下。10下。10下。11。11下。十二下。13下。13下。14下。14下。15下。15下。16下。17下。18下。18下。19下。19下。20下。20下。好嘞，你做20下是好嘞。好嘞，你做20下好嘞。做20下。做20下好嘞。好嘞。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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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脚。做脚。这个有这样吗？这样，这个动作有做到吗？1下。咦，谁在痛？你好，3下，3下，他很会用力，他剑指很会用力，7下，5下。6下。7下。9下。11下。12下。13下。14下。15下。16下。17下。18下。
哟，那个护士小姐也长。你是吧？好嘞。好嘞，换脚。做脚嘞。脚轻切切。叫亲戚戚。他下面那个早上又可以，老一点，你让他看着跟当兵。